林聪，字继聪，宁德人。正统四年进士，授吏科给侍中。景泰元年进都给侍中。十方多故，聪慷慨论事，我所会。中官。今因家人犯法，都御史陈毅、王文治之，不罪因。聪律同列合。毅闻卫士从奸，并及御史宋立、谢居皆下狱，以而复职。聪又严厉，居不任封祭，二人尽调外。中官丹增都金银有宠，朝事稍侮者辄遭辱，家奴白昼杀人，夺民产，侵商税。聪发其奸，下诏狱。或有曾自是不敢嗣。三年。